Hello 大家好，今集咧就会继续翻《旧月六宝石五》嘅一个收集二色纯晶嘅剧情啦。咁上集讲到咧，我哋准备要收集二色纯晶，去到彩虹火箭队嘅据点啊，逐一击破佢哋啦。咁依家咧就要去揾霸主精灵啦，因为霸主精灵咧就有二色纯晶嘅。咁由于咧二色纯晶我都唔太知道位置啦，所以咧呢度我冇办法咧，所以我就用咗攻略嚟睇啦，系啦。咁第一个二色纯晶咧，好似就系呢一个格拉格欧啦。咁我攻略咧都有提到咧，我要打一隻一血嘅精灵嘅，咁但系我先自己试下睇得唔得先啦。如果真系唔得，先再考虑用呢个一血嘅精灵啦。OK， 果然嗰只精灵散发气场，毫无怨同霸主一样。咦，估唔到你翻嚟啦！大镬，太大声啦，惊动咗。如今已经系救月训练师嘅你，交俾你啦。我会暗会召唤你嘅，食招啦，点解系我啊？乜鬼嘢啊？如果有问题就可以爬到树上，点样爬上去啊？好啦，唔知系咪要用嗰个秘密力量咧去到打开啊嘛？我哋先试下先啦，俾象征鸟壳，把秘密之力系啦，系咪呢度啊？系咪咁样啊？诶，系啦，霸主呢度用究竟呢度要用嗰、那个秘密之力打开呢个树窿嘅，好，霸主精灵啊！咁霸主应该系血量好高啦，我哋试下啦。波导弹，我咁高咧，应该唔会打死我啩？哇，打唔中！哇，凹痕嘅伤害呢、這个，但唔紧要，我哋可以慢慢打嘅。我咩事啊？足流！哇，凹痕嘅伤害，黐线，好想要一只霸主精灵啊！我你打佢啲血量，黐咗线个血量，弹跳。其实我打到嘅，系佢系咁扣血定唔知扣攻，哦变咗弱丁鱼啦。水声嗱，我哋得到咗第一个嘅二色石啦，成功啦！你竟然战胜个霸主，睇嚟你都具备有呢一个参加阿罗拉嘅猪脑巡礼喎。攞咗佢哋二色晶石未？好啦，我惊我会唔会个背包会满晒咧？其实我应该要将啲嘢挤翻落去嗰个精灵箱度，因为上次一次有观众提过，我哋可以将呢一个挤翻入去，系啊，我哋可以挤咗呢个道具去。呢、這个道具仓我真系好，即系正常嚟讲都唔会开佢咯。老实讲，好，我哋挤晒啲道具之后，我哋可以继续啦。好啦，咁下一个巡礼咧就嚟到呢个卡纳之士啦，应该就喺呢个洞穴入面，系啦。OK， 咁呢一个系地 set 啦吓，点样呢度？好，系啦，所以就系重泥玩马啦。重泥玩马，我哋直接用龙武先啦，双倍凤凰威再龙武。捆绑冲撞，再龙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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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级龙武即系六级弓啦，直接抛龙武。哇，厚超少，呢只反而难打，因为佢有双倍凤凰。我哋有冇特攻技？好似冇喎。又冇巨魔，反射壁，欺诈，凹痕嗰啲伤害，凹痕嗰啲伤害系，我冇特攻重啊。索尔加雷欧呢招。得喎，呢个真系要用嗰啲咩剧毒嗰啲咩网状嗰啲喎，呢个有啲难打，因为佢有几招技咧黑住我，有格斗技啦，有地面技啦，跟住有双倍凤凰呢啲麻烦技，冇咯，唔够打，我唔够重泥玩马打，哦，啊，可能要准备一只网状嘅精灵先得。好啦，为咗咧要打呢、這、一个，咦？点解会挡到嘅？吓，点会挡到嘅佢？佢唔系野生精灵嚟嘅咩？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咧斜道嘅精灵终于训练好啦，亦即系呢只嘅小拉达，谂俾大家睇下啦。好啦，咁原本咧我系谂住咧用呢一个嘅小拉达，再用呢个一血根去打赢呢一个霸主精灵啦。咁但系我发现咧，唔知点解冇一血根埋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比较麻烦少少啦。我哋可能要用催眠啊，或者麻痹对手嘅方式啦，去到然之后再用网状啦。咁呢度我哋试下啦，呢度啊，开咗霸主之后冇得捉精灵啦，好犀利啦。啊，呢度唔得啦，呢度试唔到啦。咁我哋用呢、這、一个象征鸟，然之后将佢麻痹，将佢睡眠啦吓。啊，佢用咗破壳，咁我哋可以催眠佢啦。然之后再用蛮光。
哇！一嘢打到得翻一滴，劲惨芝士，跟住换咗李如龙啦，可以，跟住放咗部。Easy，水石，水石满咗位。哎呀，我头先系咪冇摆到嘢？哎，系啊，头先我 low save 咧，摆翻啲嘢出嚟。卡拉芝士上方咧就可以攞呢一个嘅地面系色，亦即系头先我哋卡关嘅地方，系啊，呢一个嘅重泥玩马，好鬼难摆嘅重泥玩马。 黐線，好，咁我呢度一樣啦，我都係催眠佢先啦，催眠，催眠唔到你就可以撈死佢啦，得啦，中咁就可以直接換做小拉達，之後再用猛鋼啦，哇，我只我呢只逐快過去只重泥玩馬，黐線，啊，雙倍奉還啦，之後就拋布，好完啦咁就，非常之簡單呢一個霸主 set 係啦。 好啦，下一个咧就系火石嘅纯晶啦，应该就喺呢个位置啦。系、okay、啦，应该喺呢嚿石度啦。系啦，有啦 ，OK， 我哋 save 先呢度，照样啦，象征鸟摆头啦。哎呀，唔记得重新添，唔紧要。依家即刻重新，好嚟。诶、啊，大嘴鸟嚟啊呢只。 哇，总之几弯枪，顶啊！竟然落催眠唔到佢，哇，蓝石爆破点解佢咁似用？得，小拉达，啊，好愉快见到佢条血扣得咁快，<笑>而唔系一开头打呢、這、一个嘅打嗰只叫咩啊？叫丁鱼系叫丁鱼咁样。 哇！進化鬼面是但啦，必殺門啊 ！OK， 飛行石呢個係 OK。咁頭先嗰個咧就係飛行石啦，咁而火石咧應該係喺呢個入口啊，所以喺呢一嚿啊，好似係，啊應該就喺呢度啦。OK， 嚟，冇錯，呢度就係火石啦。 吸收了阳光，猛攻啊，系因为嗰啲嘢，嗰啲鬼系，咁唔紧要啦，我哋试下照打啦。虽然佢系鬼系啦，但系即系鬼火系啦，系冇办法用猛攻啦。但系我哋依然可以试下用李如龙打嘅呢一度，因为本身系因为嗰只重泥玩玩，我先打唔赢啫。呢啲普通嘅精灵我应该打赢嘅，双龙武、再龙武、炎风、卡姆布。 啊，都痛嘅，OK啦咁就吸收了阳光烈焰，浓淡不得，可以屈死佢啦，李如龙，太劲啦，李如龙 ，OK 屈死，二set，火二set啦，好，下一个咧就115号道路嘅海滩就会有一个冰 set 冰石应该就喺呢个位置啦，系咪呢一架咧？应该好，应该呢一度啦。好，象征鸟九尾，我谂九尾我应该系用唔到咩话？我谂下先，回一回血先，九尾啊！ 咁我哋用李如龙将佢麻痹之后再用慢降，冇中到，冇中到，哇！一个冰光，唔得喎，顺风，冻光，应该唔会够佢快啦，我谂，飞冰，谂下先，呢度可以点样打呢？ 有冇麻痹啊？我有啊，象征鸟识麻痹啊，掂啦！咁呢度唔要空气利刃，全部都系啲变化技。电磁波，哦，佢一个冻光将我冻成。哎，得啦，电磁波中我，顺风，顺风唔到咁就呢只慢光。
哎呀，点啊？完美，李如龙，跟住咬碎啦。诶、哎，抛波，咬碎剑唔死。好，冰石。下一粒咧就系、是、都系位于喺115号道路嘅呢一粒岩石啦，岩石应该系，应该系呢一度。象征鸟，开错。象征鸟岩石啊，系咪呢一度啊？咦，好似唔系呢一度。哇，点解喺呢度嘅？好，有嚟啦。电磁波，岩崩，大嘴欧，冲浪先啦，先落个雨先啦。岩石我应该都仲可以用李如龙打嘅，虽然佢黑过啦。哇，超痛喎，超痛喎，唔系讲笑，有够痛。呢针，呢针，好似唔系好够打喎。唔够打喎、啊，中南狼人有啲劲啊！嘻嘻，近身拳击，诶 ，OK， 近身拳击顺风，得啦咁就，跟住我哋可以用呢只慢降，点啊？系，其实都真系几有用嘅呢、這个慢降战术啊，因为点样呢？首先用呢个麻痹令佢喐唔到啦，然之后再用顺风之后。之后再用慢降，哇，几屈机啊！起码噶悭翻劲多时间。岩石 set 啦，呢粒。好啦，原本谂住去打埋咧恶系嘅 set 啦，咁就系要用越野单车，非常之麻烦，又要翻去换啊！点解唔可以俾两部我玩咧？单车啊，应该呢一格。咁做咩呢度断咗嘅？OK 呢一格，好，应该呢一度系啦。OK， 霸住精灵，电磁波会有命中，咁你又再见啦可以。哇，佢都用电磁波，反光，哎，点啊？好，一般 set。好啦，咁就做住另一个先。咁呢一个就系另一个 set 啦。呢一个系嘅，呢个应该系重 set。啊，重 set 呢个，我哋快唔快得过去咧？啊，好在，好在，好在。OK， 难讲，讲咩防守啊？冇用啦，讲起防守都重 set。好啦，原来要左手边先得啦。我发现左右都有分别噶，吓、啊，左右都有分别，真系有啲难揾啊！呢、這个，如果你唔睇攻略，点知道呢度有霸主啊？真系呢啲金毛鼻，瞬间秒杀咗。点解会有呢啲金毛鼻嘅？诶，好在十万马力好。唔到佢啊！哎得啦 ，OK， 顺风 ，DD 金毛鼻马鼻，哎好嘢，好格斗 set 呢一个系，好啦，之后咧就系119号道路呢一间屋嘅左手边啊，呢一度有啊，中间个洞穴 ，OK， 霸主跳拨，用啲咁嘅技啊，大佬，哇，一用跳拨一用热风，好。我哋用大嘴欧先呢度，错技添。其实我哋都可以用李如龙打嘅呢一只，都打得赢噶，我觉得。因为佢反而唔用热风喎呢度，象征鸟。咦？佢竟然佢点解唔用技嘅依家？拉达慢攻，哎呀，搞掂搞掂，毒 set 呢个系右手边嘅呢一个嘅草丛。嘅中間，啊，跟住呢度就有個呢個沙布喺度啦，但係應該用唔到水技嘅呢只，咦用到喎，用到，但係佢都係照扣，好，好似要加防啊，係咪加防嘅咧？好似
遇水凝固，急嘅加咩啊？加防。遇水凝固，加防御。咁样有啲难打喎，其实。有啲咩浸水一嘢将佢孭咗去啊？难打喎呢只，我谂下先。哎，不能携带某啲，喂，不能携带某啲出包嘅技能、哦，杀奶嘅技能、哦，哇，哎、你咁都知道我想杀奶，睇嚟佢同命系唔俾人用噶。O K， 咁有啲咩技可以用啊？好啦，经过一番嘅努力咧，我终于谂到可以点样打啦，系啦。咁首先我哋有只电影虫啦，咁呢一只咧就恶作剧之心嘅。咁咧，我哋就可以将佢带上呢个剧毒宝珠，然之后抌过去俾佢啦。因为我依家进入咗呢个霸主状态咧，我冇得捉精灵啊，所以我一定要用剧毒咁样打。咁我哋用头仔应该就会，咦？啊，系，因为呢一个系计物攻啊，所以佢冇唔系变化技。咁唔紧要啊，我哋使用象征鸟将佢啊，唔系喎。好，我谂到啦，我哋唯有用 SL 大化搏佢唔打我啦吓，吓搏佢唔打，跟住再抌俾佢啦。哎有啦 ，OK， 啊中咗剧毒啦，咁呢度就好辛苦其实，超辛苦啊 ，OK， 但唔紧要，我哋依家已经将佢变咗做中毒状态，呢、這个时候我哋再用小偷试试啊，冇嘢偷啊，哇超多毒，兴奋，毒超多。佢回咁多，但系冇用啦。剧毒已经系咁不断扣紧呢一个、那个 percent 啦。你睇下佢个中毒，啊死咗啦已经，好辛苦啊！打呢个幽灵石。咁啊，下一个咧就系、是、草蛇啦，亦即系呢个动员。OK， 咁错。啊先，我哋重新一只咩先？啊，我哋抌咗剧毒宝珠之后就冇咗啦。个剧毒宝珠其实都几难有。因为要拆呢、這、一个拆嗰个嘅乜鬼嘢，嗰只烂泥、而烂泥好少机率会出。好，咁呢只嘅草系就基本上唔系点样惊啦，其实都应该易打啩我谂。哇，蓝狼花式十万伏特，黐线，暴风雪，回合击中，唉，回合击中就系我嘅咩啦，我嘅回合。送死，然之后再用盲降，啊得啦咁就，好得，草石下个呢度，哇做咩有太阳嘅呢个位？啊呢、这个中间呢个洞穴，咁就系有呢个霸主喺入面啦。好、啊，要嚿象征鸟摆头啦。好呢一、这个位，智慧星超能力系电磁波。毁灭空间唔系话玩啲咁嘅嘢嘅，是但啦吓，够嘅用啦，冇所谓啦。佢打唔打死我？咁我直接换重，慢讲。O K， 呢个都几易打，自挥先好似冇乜攻击技能喎，睇个样。我想知用佢打唔打赢？诶，打赢喎，好嘢！超能力 set， 好，右手边呢个咧都有一个嘅降，但系又系呢个烂地。好，之后就系降系 set 啦，就喺头先嗰度嘅左手边。之后就系呢一格啦。系得啦，一阵间我就用鬼面嗰啲象征鸟顺风，唔系啩，大佬？哎，好在用个加农光炮啫。